好，现场以及观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能够请卢师尊来挥毫四幅。那今天卢师尊要为大家画的是大福金刚四财符。那这道符呢，也是出自我们卢师尊文集里面第247册里面的莲生符。那我想卢师尊已经大致画好了这个大福金刚四财符，我们是不是也请卢师尊来为我们解说一下这一幅大福金刚四财符的意义。三财，天地人，大福金刚勒令，天上的斗星，天天旺，然后是财富刚，这个意思。我们再一次感恩，谢谢，谢谢师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师尊，再次谢谢现场的朋友，以及谢谢您的观赏，也再次祝福大家新春万事如意，和睦安康，谢谢大家，谢谢，再会。